公，嗨，大家好，我将介绍一家我自己、我的家人和我的爱好。我叫娜达利亚，我今年22岁了。我在1999年5月8号出生。我是马来西亚国籍，以前那大嘴的大二岁生。我的老家在沙巴，我和家人住在一起。我的旅游规划，我的爱好是看电影和看书。我会打羽毛球，我们篮球和手球。我的家有8个人，我有爸爸、妈妈、3个弟弟和2个妹妹。我有6个兄弟姐妹。我的爸爸名字是伊格巴勒，他已经是49岁了。他在一家印刷公司工作。我的爸爸在抗战期间喜欢打造院子。我的妈妈的名字是玛丽娜，她已经40岁了。她是豆芽兰波隆小学的老师。我妈妈喜欢做蛋糕。我的第一个弟弟叫福西，他16岁了，他喜欢玩在香油寺。我的第二个弟弟名字是海干，他14岁了，他也喜欢玩在香油寺。我的最小的弟弟是叫威廉，他还是2岁，他喜欢玩黑跳舞。我的第一个妹妹的名字是法蒂哈，她19岁了。我的妹妹也和我的弟弟一样，都很喜欢玩在香油寺。我的二个妹妹叫伊希拉，她10岁了，她也喜欢打游戏。除了我的兄弟姐妹都喜欢玩在香油寺。自身求以及我爱我的家人。好了，大家希望能再提前到你，再见。 We are the champions, setting it all together.